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4月27号礼拜五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双鱼座的朋友，在这一天感觉到大钱小钱都进来，而且呢投资非常的精准啊，是一个进财不断的好日子。射手座的朋友呢，在今天获得赏识贵人支持，而且呢未来非常的和谐。双子座的朋友感觉到心情愉快，如果有人安排相亲的话，感情会逐渐稳定啊。两名星座在今天请你特别小心，分别是牡羊座的朋友出言不逊得罪了上司，天蝎座的朋友呢是个性固执要受到排挤。这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是7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蓝色数字7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2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8。